他在我喝下那瓶有镇静剂的矿泉水之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打得很准确，目的只有一个，他跟我道别，因为他知道马上就要跟我阴阳相隔。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许家彤让杀手除掉我。你来的目的？ 就是想让我立刻拘捕徐家彤吗？如果你说的一切都属实，高峰你也当过警察，你觉得这能算证据吗？这个案子从八六年案发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徐家人为这个案子经营了三十年，三十年的时间够充裕了吧？到现在只留下个南国杀手何赞选的名字，所有的证据被他们抹得干干净净。是。 理论上说，他们留下了很多缺口。罗红英的死、许达的死、当年吴桂祥的死，包括南国西川纺织公司和许军的关系，还有你刚才说的，许家彤要杀你，这些都可以作为缺口，但他们都停留在咱俩的推论上。我们有证据吗？有吗？没有证据就要找证据，只要是罪行，他一定会存在缺口。许家福自焚，这是他们编的第一个谎言，三十来年了。 他们用无数谎言在圆这个谎，只要戳破其中一个，所有谎言不攻自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要戳破徐家富已死这个谎言，也就是他们的第一个谎言那个原罪。如果找到徐家富的身影，所有的谎言都会不攻自破。我们现在就在这么做，我的回答你满意了吗？我理解你的心情。那个杀手在我眼皮底下杀了两个人，加上你算半个。 我恨不得现在马上去把赵月娥、许家东和所有的嫌疑人都抓起来，可我能这么做吗？我有证据吗？ 我确实很欣赏你，但这不能成为我纵容你的理由。你已经不是警察了，我劝你冷静，别冲动，不该你做的事情别做。我是死过一回的人，我什么都豁得出去。高峰来找我，说他认为是许家彤派杀手杀的他。你怎么看？我怎么看？都是推测，没有证据。说警察不作为，气哄哄的走了。他现在是普通人一个，他想怎么查怎么查，不受任何约束，不用对谁负责任。我们是警察，我们不一样，我们办案要讲程序。像他这样，穿着警服在我手底下三天都过不去。 下一步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青叶的南国能不能查到许家凡活着的证据。
你们好。你好，中国刑警韩月。你好，这是我们石磊队长。你好，你好。这位是我们刘青叶队长。啊，你好，走吧，车就在外边等着呢。我们走吧。志友，我们来了。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警长崔志友，他是我们国家中心有突出贡献的警长。你好，石磊。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三支队侦查员韩月，我的助手。初次见面，我叫韩月。这位呢，龙城市公安局龙湾分局刑警刘青叶。你好。沉鱼落雁。什么？啊，我指的意思就是，你这样子就算不化妆，也能让马路上的车子停下来。我还有这特异功能呢。观察得出的结果而已，不要太在意啊。崔警长，我说您成语用得不错。离中国这么近，不掌握点中国文化，怎么能称得上是国际刑警？各位，你们来的很是时候。虽然说新川是春天，还有秋天最美，但是冬天来也有冬天来的好处，你们可以去滑雪，踏着滑板，充分感受雪的魅力。说起来，今年好像还没有下过雪，哎，太可惜了。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来旅游的。啊，是是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调查呢，这些个事情就交给我，还有挚友去做就行了。你们几个难得来一次嘛，没事就去各处的景点转转，吃吃南国的美食。现在。开你的车。这边。小蒋肯定迫不及待的想见我。他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问咱们什么时候到。何三选是南国有名的杀手，要雇佣他的话，雇的人本身也要够专业才行。必须要有门路，绝不可能在商业电话本或者在网上找。现在很多人也会雇杀手，但雇来的没有任何专业精神可言，而且这样的货色也不见得能杀得了人。所以想在何赞选身上找到雇凶者，这种可能性为零。何赞选的这条线索可以放弃。李长旭的资料早前已经发过给你们，在1988年11月至1991年11月期间，李昌旭的西川纺织公司的确和上海联达纺织厂做过交易额达到60亿南元的纺织贸易，而李昌旭也因为脑梗塞死于1991年9月。他死在何处？家属在第二天凌晨发现他猝死在家中，警方经过调查之后排除他杀的可能，就算是谋杀现在也找不到什么证据了。但理论上，李昌旭和他的西川纺织公司的确有些线索可挖，但我这指的也是在理论上，现在想查到实证实在太难了。毕竟25年光阴过去了，时间能够掩盖一切。当然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1986年10月17日，中国有一艘渔船在南国米沙岛附近被台风刮沉，船号是东海鱼357，我们怀疑徐家福就在那艘船上。这几张照片是当年东海渔港357号渔船的残骸，是前几天我在米沙岛警察署的档案里翻出来的。有船上人员的信息吗？除了一艘船，没有找到一具尸体。
残骸是距离米沙岛多远的地方被打捞上来的？六海里。六海里，那离海岸应该很近了呀。如果许家福等人已经上岸了，蛇头一般组织偷渡，在当地都有接头人，有接头人的人信息吗？拜托，就算是有接头人，这偷渡的生意也是见不了光的。30年时间过去了，你让我怎么查呀？至少有切入点。全国人口基本信息资源库、出入境人员信息资源库、机动车驾驶人信息资源库、在逃人员信息资源库、全国华人信息资源库全都查过了，没有相关于他一条的记录。对不起啊，崔厅长，我打断一下，这个人是不是现在不会再用许家福这个名字来了？不单单是名字，如果许家福真的偷渡到了南国，我相信他已经面目全非了。面目全非？整容？你说徐家福做过整容手术？南国正式开拓整形市场的时间应该是在80年代后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如果徐家福真的偷渡到了南国，手上也有钱的话，为了掩盖罪名，我相信他很有可能做过整形手术。看来你还是个南国通啊。这些网上都有，都能查得到。你的意思是说，这是以后咱们的重点调查方向？还有什么别的方向吗？那么我们该怎么找呢？南国在册的整容外科医生大概有1500多人，而这还不包括那些个不在册的。那我们怎么找？如果何赞选和李昌旭的背后站着许家福，那么他的智商实在是非常高。事实上，他82年创办村办企业，如果不是因为走私皮棉被罚了巨款的话，我相信他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当然了，我只是说他的能力很强，所以他是不会让一个知道自己秘密的人活下来的。你的意思就是指我们要找在这段时间里面非正常死亡的外科整形医生，还有脑梗塞死亡？至少这是最容易操作的，但前提必须是徐家福确实在86年偷渡到了南国。非正常死亡的整形外科医生，脑梗塞死亡也要在调查范围之内。可是，这脑梗塞死亡怎么能跟非正常死亡挂上钩呢？哎，对了，我还以为这次行动我们俩是主导方呢。不是这样，你说句话呀。这接下来咱们到底该怎么查？南国新川人，大南整形外科医师会。什么？就没有怀疑过田小兰吗？排除了许军的嫌疑，我们把重点都放在了田小兰的身上。这个田小兰压根就没有想拆散吴不祥的家庭，他们两个纯粹是性伴侣，甚至没有金钱纠纷。为了查他，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再加上老范的鉴定结果，所以我们就只能放过田小兰了。你确定田小兰没有撒谎吗？说谎的人一般都会表现出轻浮的行为，田小兰从本质上看就是一个轻浮的人，撒不撒谎根本就看不出来。吴桂祥有严重的心脏病，在他的身体里面还有2个支架，药物总是随身带着。就他这个身体状况，他还有精力去在外边打野食？而且医院啊，在吴桂祥的体内查出了丙酸睾丸酮等激素，以及海马路边的粉剂，这都是民间速效壮阳药采用的常用配方。可是像这么中西这么混搭的壮阳药呢，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那您的意思是说，吴桂祥之前服用过速效壮阳药啊？而且剂量还不小，这对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吴桂祥来说，这才是他真正的死因。
喂，钱叔叔啊，能不能帮我查一下田小兰在深圳的住址啊？86年，我们大南整形外科医师会是1995年才成立的。我知道，你们是南国整形外科专家们聚集的团体，是大家公认的南国整形业界影响力最大的团体。我只想知道，在1986，李昌旭跟上海联达纺织厂合作是在几几年？88年11月。哦，在1986至88年期间，在当地有没有比较著名的外科整形医生过世啊？特别是意外身亡的那种。你等一下啊。为什么是86年到88年之间啊？干嘛？88年，李昌旭已经和许军相识，并且和上海联达纺织厂开始合作，说明那个时候许家福已经在南国形成了气候立足的脚跟。你说为什么？哦，这位是我们大南整形外科医师学会元老江子雄先生。啊，你好，你好，你好。你们好，我叫江子雄，你们是想了解1986年至1988年期间南国整形外科医生死于非命？是的，麻烦你了。没有。不过，91年啊，倒是有一个整形医生死于非命。九一年，他叫南东满，新传人。1980年，成立了南国医疗美容协会，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整形技术，派遣整形医疗团队到欧洲去学习、访问和考察。啊，南东满就是那第一批派遣出去的学员。回国后，他开了个整形外科诊所，专攻脸部轮廓整形、鼻部整形和面部整形。是当时国内这方面比较优秀的专家。您刚才说他死于非命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1991年年中，他是被炸死的。好，查到了，核心区一诊所发生大规模爆炸，致使整层楼着火，8人死亡，1人受伤，时间是1991年9月3日。你看，91年，时间对不上了。谁啊？是田小兰女士吗？是我。你，我们之前不认识。你的地址是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钱胜利给我的。钱胜利是当年负责侦办吴桂祥案的人。那你是谁？我叫高峰，是元龙城市公安局龙安分局警员。今天来找你是有些话想和你谈谈，是关于吴桂祥案的。你是怎么进来的？物业没给我打电话。我刚才说过，我曾经做过警察。我当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不起。田小兰女士，你现在有2个选择：一，跟我谈；二，跟龙城市公安局龙安分局的刑警谈。要是我，我会选择第一项。之所以我在这个时间段上门来找你，是因为我知道你的丈夫正在打高尔夫球。我觉得你回答我几个简单的问题，要比打发我走来得更加容易些。
谢谢。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那速效壮阳药是吴桂祥自己带来的，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壮阳药，我还以为是心脏方面的药。你跟吴桂祥之前有没有用过这样的速效壮阳药？没有。不，有过，应该是有过吧，我记不清了。毕竟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24年。你跟吴桂祥之间在一起多久啊？你们是怎么开始的？我想我没必要跟你说这些吧，你并不是警察。好，那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怀疑吴桂祥的死是谋杀，现在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已经介入调查了。当年钱胜利他们也说吴桂祥是谋杀，可结果呢？跟当年情况可能不一样，现在怀疑杀手是个南国杀手。就算你现在说的是实话，吴桂祥也是死在医院里的，也是病发后一个半月后才死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许军的表弟许达你认识吗？也许吧，有点印象。他的死因跟吴桂祥的一模一样，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指使的。还有，你看看这个，在轿车后备箱里的人是我。开车的那个司机就是那个南国杀手。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上网搜一下，网上都有。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因为跟你有关。跟我？许达被杀，我差点闷杀，跟吴桂祥的死因都有关，而你跟吴桂祥的死因也有关。我说过，我跟吴桂祥的死没有任何关系。对不起，请你离开我家。速效壮阳药是你带给吴桂祥的，也是你让吴桂祥服下的，所以吴桂祥的死跟你有关。但是你是被人利用，要不然你不会活到现在，早就被人灭口了。我之所以相信你是无辜的，是因为我愿意这么去相信。但是龙城市公安局龙安分局的警员，他们不会这么想，他们会派人上门来不停地询问你，反复问你同一个问题，直到把你的精力全都耗光。当把你精力耗光的时候，你的言语就会露出破绽，而这些破绽会被警员捕捉到。要知道，说真话比说假话要容易得多。这房子很漂亮，应该是花了不少钱吧？我的钱是从股市里挣的，我的钱是干净的。这一点我没有怀疑过，我的意思是说。
我先接个电话，你先把他带地下室去。好的。你小子终于想起我来了，这真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我回龙湾那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知道打个电话慰问一下我。啊，为了抓一个在网络平台上给大学生放裸贷的高利贷团伙，我在湾角一带潜伏了整整半个月，今天凌晨三点才回的龙湾。我这一走，出现这么大案子了，还真是哎！你在的时候没这么多案子。是不是这些年你一直挡着我的运气呢？哎，你这觉悟能不能高一点？你应该这么理解，因为我高峰在这儿，所以说我能镇压住那些恶人。那我是不是还得在这土地庙给你塑尊泥像，初一十五再给你烧三炷香啊？行了，不跟你贫了。跟你说件正事儿啊，你帮我一个忙。说。你听我说，你用你单位的座机电话往深圳那边打个电话，电话号码一会儿我发给你。当时你叫田小兰，你就跟他说你是龙湾市公安局的。不是，你小子疯了，你这是让我知法犯法，你知道吗？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你就这么跟他说，你就说后天你到深圳有些事儿找他调查一下。查什么？这个你就不用问了。哎，你这个电话最好晚上十点钟左右打。啊，对了，还有件事。你有完没完了？你帮我找一下杨恒的女朋友啊，她叫马兰。他们俩之前是一块从东莞到了龙湾的。哎，见证友情的时刻到了，你要把握住这两次机会。你小子现在在深圳呢？挂了。喂。这一刻都不让我消停。爆炸发生的时间啊，在上午十点十分左右。楼内的人反映，当时爆炸声非常大，整栋楼都能感觉到晃动。幸亏南东满整形外科诊所在顶楼，不然啊，造成的伤亡啊会更大。死者都是诊所的人吗？嗯，死的是南东满，还有诊所的两个外科整容医生、两个助手，以及三个护士。一共八个人，南东满整形外科。在医院死的，有没有来整形医院做整形人员的患者档案？这里没有吗？等一下啊。当中有没有华人？好像是没有，我再看一遍。为什么让李显给田小兰以龙城市公安局的名义打电话？你到深圳找田小兰了？我为什么要跟你汇报呀？
只要涉及到案子，我都有权利知道。说什么理由？行，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跟你汇报汇报。第一，吴桂祥服用的速效壮阳药，有可能是田小兰给他的。而田小兰手上壮阳药，要是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凶手当年给他的。因为田小兰说，吴桂祥从来就没有服用过类似的壮阳药。所以当年田小兰对钱胜利说的根本就不是实话。第二，当年杀吴桂祥的凶手跟现在这个凶手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会儿的南国人应该没有像现在那么了解中文吧，所以许家福派的一定是华人杀手，而这个杀手跟田小兰肯定有接触和交流。如果这两点我都没有猜错的话，那我们这次肯定会有意外收获。你觉得这两个理由够充分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想法？那你为什么还要私自外出调查？冯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我在给您分忧啊。您要自己来深圳的话，那就是违抗上级命令啊。那我现在又不是警察，我跟田小兰谈话可以非常自由，我可以打一套组合拳，我也可以跟他耍无赖，但您不行啊，您是警察，您得破案啊。您要是破不了案的话，那受害人不同意，受害人家属也不同意，社会舆论也不同意，您还得文明执法。您要是不文明执法的话，嫌疑人家属不同意，司法机关不同意，但是社会舆论还是不同意。这就是你脱警服的理由吗？是我对警察有了新的理解，好吗？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田小兰没有说实话，在吴桂祥这个案子里面，我觉得他也是无辜的。就算是有罪，就怪他当年没有跟警方说真相吧。不过这也成为我觉得我能突破他的原因之一。您想啊，田小兰住了600多平米的房子，三室同堂，现在他这样的生活一定不会轻易放弃的。他现在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了，如果您再追一个电话，我相信他心里最后道防线马上就会崩塌。那你为什么还要杨红女朋友马兰的电话？我得跟他聊聊，亲自见一面，有些问题要问他。什么问题？如果有结果了，我会告诉你的。把你现在的住址发给我。地址可以给你，但是问题请您不要派人过来，也请你不要麻烦你深圳警界的朋友。我现在非常安全，没有人会想到我来找田小兰。当年许家福之所以会放过田小兰，只有两点原因。第一，田小兰确实没有掌握他太多的犯罪证据。第二，如果说许家福再多杀一个人的话，只会暴露吴桂祥死亡的真相。哎呀，您放心吧，现在我在深圳这件事儿，只有您跟李显知道，没有别人知道。冯队啊，这说句心里话，跟您谈话比跟田小兰谈话真难多了，也费劲多了。跟他属于斗智斗勇，跟您呢，纯属缠斗。我承认我有私心，但是我们现在有共同的目标。我希望您不要煞费我一片苦心，行吗？喂。哼，好。喂，你干嘛？你找我忏悔啊？冯开给你打电话了。你说呢？对不住啊，老婆。我早就知道了，让你刺探军情啊，说不定还能完成。让你为我两肋插刀啊，打死你都没这个胆儿，看透你。这事儿要被查出来，我是会脱警服的，你知道吗？不是，你小子什么意思啊？你明知道我不会做，你还跟我说？我巴不得你赶紧告诉冯凯，让他给我打一电话。你为什么不直接给冯凯打呀？哎呦，你这个情商是赠送的吗？他求我跟我求他是一件事吗？行了，谢谢你帮我这忙，挂了。
能站起来吗？我扶你去那儿坐会儿。啊，谢谢啊。疼。谢谢谢谢。慢点慢点。骨头没事吧？没事儿。你这伤得很严重啊，很容易感染的。你等会儿啊，我去给你买点药。哎，不用不用，真不用。什么不用？等我会儿，很快回来。你怎么把裤子拉下来了？哦，疼！坚持住啊！好。哎，你忍一下啊，有点疼啊。能站起来吗？你怎么不接电话呢？哦，垃圾电话。这样的失误发生在罗本的身上。喂。你好，田小兰吗？哦，我是。龙城市公安局龙湾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冯凯，请问你在深圳吗？喂。我在。我们下星期要去深圳找你了解一下当年吴桂祥的死因，希望你不要外出。哦，好。谢谢你的配合，这是我的手机号，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哦，好的。再见。嗯，再见。是高峰吗？是，你是田小兰。